有请沈小姐。老太太好。嗯，果然和当年的沈夫人有几分相似，都是天生的美人胚子。老太太您好，我叫沈梦君，小名沈跳跳，今年18岁，身高160，体重80斤，父亲是前鄂州知府沈文定，母亲是一门三进士的孟家大小姐孟美云。这还要说啥呢？不要乱说话。表哥，还有我个表哥。啊？不对，我家就我一个人，谢谢。我又没有问你这些，我是在想，当年你母亲蕙质兰心、知书达理的美名，豫州、鄂州谁人不知，谁人不晓啊？你父亲为官清正，和青儿他爹乃是生死之交。自从你父亲辞官回乡之后，我们两家就失去联系了。算算。得有10年了吧？啊，你父母现在怎么样了？我父母，我父母前几年因病去世了。啊？怎么会这样啊？哎，现在这孩子们一个个都不偿命啊。青儿他父母早几年也不在了，就留下我这老太婆在这世上冷冷清清啊。老太太，表弟媳来了是喜事，应该高兴才是。哎，奶奶，我和哥哥还在，我们陪着您。对对对，你们说得很对，咱们林家是该好好办一场喜事了，说不定冲冲喜，青儿的病也就好了。哦，对了，这青儿就是你未来的夫君，是一个极好的孩子。这一年来，在他身上发生了不少的怪事。奶奶，嗯，哎呦。这说曹操，曹操就到了。怎么是他？果然是青儿8岁时送给孟君的礼物。这到底是傻还是不傻呀？是他，就是他。青儿确定他就是我的娘子。太好了。
你们两个这么多年还能再见，看来这千里姻缘一线牵，果然说的没错。奶奶马上派人给你们操办婚礼。办婚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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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好好好，夫妻对拜。好。我就这样嫁出去了。成亲这么辛苦啊，下次可就有经验了。别装了，估计连嘴都没擦干净吧。你是谁啊？我是少爷的贴身丫鬟，是他除了老太太外最亲近的人。我叫李巧儿。我当是什么大人，原来是个丫鬟。你那也总比某个冒名顶替的女骗子好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和赵泽仁是一伙的啊？谁跟他是一伙的？姐妹，你和我说说，事成之后他给你多少钱？我和赵泽瑞合作可不是为了钱。不是为了钱，那是为了什么？难不成你和林家有仇啊？你这人脑子里怎么不是钱就是仇的？我知道了，你和赵泽仁是相好是不是？我眼光有那么差吗？我是为了我们少爷。少爷林青兰？哎，不是，他有问题。你懂什么？我们少爷可是大名鼎鼎的才子，15岁就考中了秀才，是真真正正的才貌双全。要不是因为……因为什么？你继续说啊！因为什么？算了，说了你也不懂。哎，总之你记住，干好你自己的事情，拿钱走人，不许对我们少爷有半点非分之想。不是，我怎么可能？哎，没礼貌啊！你们这些坏人怎么都背对人说话？去！青儿，奶奶和你说的话都记住了吗？哎呀，怎么又来了？奶奶说的话青儿都记住了。
成亲是人生中的大事，男子成家立业以后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。嗯，以后做事说话一定要稳重点儿。你和孟君又时就相识，父母又双双离世，我这做奶奶的只希望你们这对命苦的孩子以后的路啊能走得顺一点。奶奶，您说今天是我们林家的大喜日子，不许哭的。奶奶不是难过，奶奶是高兴。青儿长大了，知道心疼奶奶了。奶奶，思雨也长大了，思雨嫁人以后也要奶奶陪着。好，好。老太太、少爷、二小姐，巧儿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刚才去问少奶奶还需要准备点什么。巧儿，你跟我们走，这里不用你伺候了。可是，是哥哥，按照奶奶教你的步骤，一步一步去完成哦。哦，对，你别忘了亲亲娘子。哦，怎么这么半天都没有动静？奶奶说了，新娘子的盖头一定要新郎揭开，要不然会不吉利的。这林家少爷长得怪好看的。别，想什么呢沈跳跳，你跟人家不过是一场交易。对，交易。哎，傻小子，我想我有必要和你说一下婚后的规矩。我才不是小傻子呢，我只是，只是什么？我只是没有以前那么聪明了，所以娘子不可以叫我小傻子，你要叫我相公。哎呦，你给我起开！没想到你还挺懂的嘛。拜堂后的规矩我全部都知道的，第一是给新娘子掀红盖头，第二是喝交杯酒，第三是入洞房。连入洞房都知道。干什么？别动！娘子，你怎么了？刚刚还说自己好热，现在又裹成这样，是哪里不舒服吗？你离我远一点，我就舒服了。哦，那我们喝完交杯酒就洞房吧。洞房？洞房，我上你下。他们居然连这个也教你。林青兰，既然如此，那可就对不住了。好，洞房。好。那洞房是不是要喝交杯酒啊？那娘子去给你倒交杯酒。那你就乖乖在这里等我啊。好。好好乖乖的等我哦。
等我啊，我给你搭洞房。哎，洞房都知道了，哼，真是不傻。你等一下啊，相公。洞房，我让你洞房。相公，来来来，来了。来，您坐。那你是男生，你先喝。嗯。现在该你喝我手里这杯了。喝完以后，还是你睡上面，我睡下面。地上怪冷的，我舍不得你睡地上，谁让你是我娘子呢？哎呀，原来你是这个意思啊！你不早说。睡着吧，啊。累死了，有了这1000两，我要在村头买一套房，我要让隔壁村的阿香看看，哼，我才是真正的富婆。当富婆的感觉真好。你究竟是谁？你怎么那么快就醒了？难道我的酣睡药失去作用了？给我喝的是什么？小孩子家家的问那么多干什么？赶紧睡觉去。回答我，你给我喝的什么？酣睡药。小晶晶，你弄疼你跳跳姐了，你这样的话就不可爱了。怎么回事？他怎么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？难道是师傅的酣睡药不起作用？这个老赌棍，整天只知道赌钱，连自己徒儿都骗。说，说，你到底是谁？酣睡药是从哪里得来的？为何要给我下药？你混进我林家，是否受人指使？我哪里知道混？你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。你刚刚还说我是你的娘子，你现在就翻脸不认人了？你说你还要跟我洞房的？你是个骗子、负心汉、渣男！你还是要一辈子对我好？罢了，我相信你。毕竟5岁的时候，我掉进河里，你还救过我的命。
我确实不应该如此怀疑你。有戏呀、啊！这人吃软不吃硬啊！好，我再多哭哭。是啊，我确实不应该如此怀疑你。当初你救了我之后，发烧烧了3天3夜，险些没挺过去。自那以后，你的身子就落下了病根，娇弱得很。即便别人轻轻捏你一下，你也会觉得疼痛无比。明知道我身体娇弱得很，你还那样的捏我，早知道我就不嫁给你了。还说自己是沈梦君，你5岁那年落水的人是你，我才是救你的那个。发烧烧到没挺过去的也是我。说，刚刚为何要给我下药？还有是谁要你冒名顶替嫁进我林府？他有什么目的？我去，居然是在讹我！我就说嘛，一个5岁的女孩怎么能救一个小男孩呢？草率了，你凭什么怀疑我？我可是有定亲玉佩的人。谁知道是不是你杀人放火偷来的？玉佩呢？还不快交出来！对啊，这事吃亏的是我啊。你别喊，你起开我就不喊了。你先别喊，我就起开。你不起开我就喊了。你不是说别喊了吗？起开我就不喊了。别喊。你们在干嘛？哎呦，你说现在这年轻人这么会玩？把衣服穿上，快点。好好好，我现在就穿。说起来我也算是一个美女，你就确定不回头看看？少废话啊。
那我数一二三，你再回头。一、二、三。不行，这地方没法待了。应该够我买套房了吧？绕了半天，连个出口都找不着。少奶奶，您干嘛呢？我说，你们林府的瓦掉了，给你们补瓦去，你们信吗？孟君，你这是……这里是青儿的书房，以前她每天大部分时间都会在这里看书做学问。这架子上的书都是她的宝贝，这墙上的字和画也都是他做的。哎呀，这得值多少钱啊，这个。嗯，虽然看不太懂，但感觉好厉害的样子。孟君啊，奶奶，来，到奶奶这儿坐。是奶奶。哎，奶奶，我来。孟君啊，你跟奶奶说实话，你是不是想偷偷离开林家？对不起，奶奶。哎，其实奶奶心里也明白，青儿现在这个样子，让你嫁给他，确实是让你受委屈了，所以奶奶不怪你。您不怪我？嗯，奶奶是过来人，
哪个女儿家不希望自己将来的夫君有才有貌，前程似锦啊？其实青儿她过去一直是我们林家的骄傲，不瞒你说，从她15岁开始，来说媒的人都快踏破门槛了。全益州城哪家的闺秀不想嫁给她呀？可当初我一直想着和你们沈家的婚约，所以就没有答应外人的说媒了。可后来我不管怎么打听，一直都没有你们的消息，本来想放弃了，直到1年前。大夫，青儿到底怎么样了？老太太，请恕在下才疏学浅，实在判断不出林少爷的病因。啊？什么？奶奶，青儿，青儿，你醒了，你感觉怎么样啊？奶奶，青儿是昨天书院里唯一背出大学全篇的，先生都夸青儿记性好，我现在背给奶奶听，奶奶听啊。为人君止于仁，为人臣止于敬，为人子止于孝。青儿，你别背了，奶奶问你，你今年多大了？奶奶，你是不是记忆力不太好了？这种问题怎么可能难倒青儿？青儿今年10岁了，在书院已经读了4年书了。我要出去玩，走开，走喽。青儿，青儿去玩喽。青儿。从那以后，我找遍了全国的名医来给他看病，可惜全都没有找到原因。青儿就这么变傻了，或许这就是老天对我们林家不信守承诺的惩罚。奶奶，您也别太难过了。其实我发现小沈，相公他一点儿也不傻。这话你还真说到点子上了。虽然青儿心智变小了，可他一点都不傻。这一年来上门说媒的人不计其数，可他一个都没有看上。就见了你之后呀，就不一样了，他就认定你就是他的娘子。啊，奶奶，我想问一下，相公他以前是什么样的？以前的青儿啊，英俊潇洒，志大才高，束发之年就中了秀才，那武功更是了不得。10岁那年，他就一口气打倒了4个恶霸，救了巧儿。10岁就这么厉害啊？嗯。哎，青儿的好，奶奶是3天3夜都说不完呢。可惜，哎，奶奶相信，只要你真心对青儿好，总有一天她会好起来的。奶奶老了，这个家终归是要交给你们管的，以后你们不但要养活这一大家子人，还要管好林家的产业。你和青儿要互相信任，互相支持，共同经营好这个家。我也想留在这里吃香的喝辣的，可我是个猫，我怕火呀，
要是被你们发现了，我会死得很惨的。而且我刚刚看到林青来恢复正常的样子，好厉害！难道是幻觉？哎，惹不起，惹不起，惹不起。上次陆家公子那件事，我已经派人去打点了。在事情还没有落定之前，你还是不要随意出门，免得多生事端。走也不是，不走也不是。看来我只能祈求老天爷保佑我福大命大。孟君啊，答应奶奶留下来好吗？奶奶，我担心相公他……这个你不用担心，明天奶奶就陪你去找青儿和好。这夜深了，今晚你就陪奶奶睡好吗？好。老太太好，少奶奶好。老太太好，少奶奶好。好，好。老太太好，少奶奶好。哟，这一个月吃这么多口粮？这是一天的。哎，没点肉。一天一头猪，少奶奶。很好啊。小桑，昨晚你怎么跑到奶奶房间睡觉了？是不是哥哥没有按照步骤办事呀？不是，是因为你哥哥把整张床都占了，害得你嫂子都没地方睡，我只好去奶奶房间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如果哥哥欺负你，四姨帮你一起对付他。那一会儿你哥哥欺负我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帮我。有我四姨在，我保准哥哥老老实实的。好，少奶奶好。老太太好，少奶奶好。青儿，哎，少爷。娘子，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？为什么我醒来就找不到你了？怎么回事？他好像又变回去了。昨天晚上的事，你不记得了？怎么会不记得了？青儿和娘子做的事情青儿都记得，我们一起掀红盖头喝交杯酒，然后再一起动。相公不用说了，不用说了。娘子让我不说，青儿就不说了。难道是昨晚砸他砸得太重，把他又砸傻了？俗话说
夫妻同心，其利断金，以后你们是要在一起过一辈子的，一定要互相信任，互相扶持。嗯，奶奶的意思青儿明白，结发为夫妻，恩爱两不疑，我和娘子一定会一直过的，我会好好照顾疼爱娘子的。好好，青儿对孟君真是一片真情啊。小三，我哥的意思就是反正你都是他的人了，以后他不会再让你受欺负了。这你都懂？思雨是哥哥肚子里的蛔虫。这把是334。好嘞，来来吧。哎，等一下，干嘛？干嘛？不是啊，现在又变成333了。你确定？嗯。看你这想不像骗人，这把可就指望你了。别动！我们该报复了。哎哦，还有鸭豹子呢，疯了吧？怎么不让啊？怎么样，不行啊？我今天看了一天了，都没有出豹子。好了，别吵了，开！咱们就跟着这个小公子呀，包括赚钱。对，小公子，下一把压什么？啊，对。等等，不玩了，别这么，不玩了，再玩。哎呦，我不是说了吗？赌博这东西见好就收，不玩了。走，完了，别走啊！我们是这么耗着呀，玩呢，就玩一把，再玩一把，好不好？你们想干嘛？干嘛？把钱留下才能走。这是我们赢的钱，凭什么给你们啊？就看你们能不能活着离开这儿。我警告你们啊，这里那么多人看着呢。啊！你也不看，这是谁地盘？你，这可是渔州城，有王法的地儿。王法？我们就是王法。哼！给我交出来！别生气嘛，不就是钱嘛，给你。拜，给。兄弟们，发钱了！
跳跳姐，我肚子饿了。怎么了？饿了。饿了。我出去看一下，他们走了没有？带你去吃点。嗯。还好我带了绿豆糕，这绿豆糕的味道有点怪。什么绿豆糕？跳大姐，你不能吃，你赶紧吐了，吐了不能吃，吐出来！那边，好，这个怎么办？追！我在下面，抓我！站住！快跑！快跑！快跑！你追！扔开！别跑！别跑！还跑吗？看你往哪儿跑！被我逮到了。各位大哥，你们就放了我吧。放过你？谁放过我？哎呦，看在我这么可爱的份上，你们还忍心下手吗？当然忍心。有什么不忍心的？就是。求求你了，大哥，救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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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！你别过来！叫破了喉咙，没人来救你。啊！别过来！啊！这谁敢动我的女人？林青兰的武功是
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？你赶紧想想办法，要不然计划又要失败了。你先上，我得好。你武功比我高，你先上。你比我壮，你先上。上。沈跳跳。所以你会原谅我吗？林杰，阿文，阿文，来人了！别装了，别装了，快走啊，快走！林金兰，林金兰。快起来，林金兰，醒醒！哎，少爷，少爷，少爷在那儿，少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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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把少爷送回府，请大夫医治。是阿才，立刻通知府衙，快来，就说有人要陷害林家，要他们好好查一查。好嘞，少爷，少爷早。大家不要误会啊，他没事没事，只是中了我的迷药而已，对不起。沈跳跳，你明知林府的规矩和少爷的情况，你还要带他出府，你是不是存心要害我们家少爷？如果少爷有什么闪失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那个，不是那什么，我。这一天天的，真是一波三折啊！这林青兰恢复正常，难道是酣睡药的功劳？哎呦，沈跳跳啊，沈跳跳！现在不管是火坑，还是水坑，你都已经跳进去了。你给我跪下！你当着青儿的爹娘，还有林家的列祖列宗的面，说，你都做了什么？我带相公去。大声点儿！我带着相公去赌钱了。还有呢？还有，还害得我相公晕倒了。奶奶，我知道错了，但是相公他今天真的……看奶奶这个样子，现在我无论说什么他都不会信。还是搞清楚状况，再跟他说吧。什么？你说把你们打伤的人是林青兰？千真万确。那小子突然间变得特别厉害，把我们所有人都给打倒了。哟，这怎么可能？他不是已经傻了一年了吗？难道？这件事情
我会查清楚。你们先出去躲一躲，下次行动我再通知你。是。少爷，你怎么样了？我怎么在家里啊？少爷，你还记得你是怎么晕倒的吗？我只记得我和娘子被一群坏人追杀，然后，哎，娘子呢？嫂嫂被奶奶带到祠堂去了，说要用家法狠狠罚她。那怎么办啊？少爷，少奶奶犯了错，老太太按家规罚她是理所应当的，你就不要去添乱了。我要去保护娘子。少爷，你身为林家的媳妇儿，就应事事以你相公、以林家的利益为先，怎么能因自己一时的贪玩就不知轻重而酿成大祸呢？青儿如今思想单纯，什么都不懂，很容易让坏人钻了空子。幸好这次巧儿及时通知我，否则你让我拿什么脸去见林家的列祖列宗？奶奶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下次再也不敢了，奶奶。您就原谅我吧，奶奶，奶奶。你这次犯的错，按家规理应杖责二十，但念在你还要为我们林家延续香火的份上，就免你二十杖责。谢谢奶奶。不过这件事你必须要长长记性，今晚你就在这跪着，把林家的祖训给我好好的背下来。找到了吗？若儿一时大意，让他们跑了。你现在做事是越来越不得力了。我林家这么多年请武师傅的钱都喂狗肚子里了。是若儿无能，请老大在恕罪。不过他们跑得了一时，跑不了一世，我会一直追查下去的。哼，老太太，许是有人一直盯着我们林家，伺机蠢蠢欲动。林家郊外那十几间田庄近来收益甚微，不如让我去接手相差一二，看到底是哪里出了差错。青儿这件事还没水落石出，你倒好，连几个小毛贼都没有抓到，竟然还惦记林家的财产。瑞儿不敢，老太太误会瑞儿了，瑞儿是想为林家出一份力。行了，你先把保护青儿这件事做好，再多派点人手，像这样的事以后绝不能再发生，否则唯你是问。
养条狗都懂得护主。你呢，在这给我跪着吧，好好反省反省。若有知错，甘愿受罚。林氏祖，祖训，愿我知，但禅是，但是。啊啊啊，大半夜的穿成这样，神经是不是有点问题？我看外面马上要下雨了，我是来保护你的。哎，好了，娘子跟你说对不起啊，别哭了，不哭了啊。哦，对了，白天你有伤到哪儿吗？我一起给你看看。说你这白天挺厉害，现在装傻来骗我。哎，看来又恢复成小傻子的样子了。我才不是什么小傻子呢，我是你相公。好，相公。那相公，我问你啊，白天在巷子里面发生的事，你真的一点儿都不记得了？我和娘子一起打坏人，然后还躲进一条小巷道里。我还在那里发现一个秘密。秘密？这是？娘子你好美。这我知道。相公，那我问你啊，你知不知道还有另外一个你？另外一个我？那他头上有犄角，屁股后面有尾巴吗？他的头上没有犄角，屁股后面也没有尾巴，但他是个大恶魔，他见我就会骂我，打我凶巴巴的。那他肯定没见过我对你有多好。下次他来的时候，一定要告诉我，我帮你打他。怎么打他？